咱恭敬来听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记载在旧约以斯帖记第四章十节到十五节。以斯帖记第四章十节到十五节。伊就听搁甲哈达格讲，搁伊甲摩西解讲，王的正义是甲王遐的圣的百姓，拢知有一条定着的嘞。若无收掉，自转入来伊意王的，无论男女，若是王也伊金的乖仔，互伊得着我的，就着互伊死。但我无收掉，到王遐已经三十日久啦。因就用艺术贴的话，甲摩底盖讲，摩底盖吩咐人甲艺术贴讲：你唔通拍算，你伫王宫内比正犹太人较会脱离。伫即时，你若真真拢无讲，犹太人要对别位一直脱离，一直占领。你甲你的老爸家会拄着袂无？要实在，你得着王后的位。毋是为了今仔日的时势啊！伊就遐就吩咐人回复摩底盖讲：去召集伫苏珊所有的犹太人，为着我禁食三日，日暝无食无啉。我甲我的长女也要禁食，然后我就要无照例入去见王，死就予伊死。愿上帝赐予听他话的人，愿因公甲俄勒夫人伊的性命，请圣愿。